《出差十五夜》的新传片集结了旗下演员和 idol 举办两天一夜的秋日野游会，整个超级热闹。本周播出第二集依然是笑点满满。在激烈的猜歌游戏结束后，吃完晚餐的大家回到原本的队伍，分别进行不同的游戏。而为了演员们，罗 PD 特别准备了 OST 问答。不过在播到自己出演戏剧的 OST 时，有些人反应很快，有些人竟然还是抢不过别人。杨贵영민이제일빠르죠자영민씨뭐죠도깨비이거를이동욱씨했어요손은들었어요손은들었어요승원가을동화정답이동욱씨하고는좀다르네요아그럼요연서 슬기로운의사생활어이거너무이거너무아니근데죄송한데저희가이걸굳이내려고한건아니고이순서가그렇게돼있는거예요아니도깨비도있고다했잖아요 、네、 다있었으니까这些演员真是太有综艺感了